拍照，来来来，我们再这边，来麻烦你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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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再这
他的人就是笑到那种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看笑话的感觉。美容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性感的梁家妇，你的性感。美容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们都也是有一直看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到一个。敬业的艺人是，而且非常独特，真的非常独特。妈妈跟我说真的，你说我看过，譬如说以你的年纪来讲，腿是最漂亮的，真的腿真的好漂亮。应该家里人还 OK 吧？这样子，这样子 OK 的啦。对，妆我觉得就是 OK 的，但是你知道这个暴露已经暴到我刚刚还跟小伟说，我可不可以站着化妆？因为妈妈坐不下去，整个坐直不好呼吸啦。你知道吗？我通常是觉得，我说经常穿那种暴露乳妆的人真的很厉害。你知道那个胸部在那个胸口。整个这样子揪在一起，这也是现在艺人的辛苦。我跟你讲，我非常认同李罗大哥不让佳杰穿暴露装，因为他不希望他老婆不舒服。真的，才怪才怪！不要就跟这个宝妈的说，哎，宝姨不好意思，要骂我骂我骂我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。宝妈很棒，你看可以坐下吗？坐一下哈。欢迎第三位辣妈警察。欢迎！酷狗创始人，第三位辣妈警察，欢迎！道歉，因为他刚刚经过我的时候，没有到的。对不起，哪一只眼睛瞄到的？两只都挖出来，没事。所以罗哥现在老婆这样的穿着是可以接受的吗？还 OK， 还 OK， 好漂亮，还 OK， 还 OK， 还 OK， 还 OK 是背部，背部，对，加上背部是不是？哇，身，哇，好美哦。罗哥的表情不好，开始了。怪怪的，有点扭曲了。不是，我想赶快带他回家，生小孩，我是那么下流人，生两个。可是罗哥现在这样是还可以接受的，还可以。所以我们想要知道罗哥的尺度到底可以接受到。我们非常好奇，不用好奇，就这样，就这样而已嘛，就这样。那如果老婆现在往前走秀？然后我们的二号机哦，二号机拿来，二号机慢慢的往下降，降到什么程度你会觉得抓狂？你可以自己阻止，我们会请二号摄影师慢慢的往下降，然后你自己找一个 timing 来阻止他。哦，啊，如果他降到最低了，你还不够，没关系，我们四号机可以手爬。喂，我可以从下面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可以自己掌握。那如果太低，我只会唱。请你脱掉，这就看您自己的拿捏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请佳杰走秀 ，Go！ 哇，好漂亮哦！降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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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不去升级它？还没有升级，你还没有到最顶点，然后再低，再低，好，可以，感觉好像也还好啊，还好，没有哎，那看来罗哥说还好，那可能机器要上肩或是手爬的哦，可以吗？手爬，别吧，尺度就到这里了，这样，那我们还可以拍张照吗？哦，可以，美美就好，美美就好，来这边，一张吧，你要拍几张都可以，但是要自己小心哦，那个因为我们二号机可能会直接就往下降，而且一号机已经降最低，现在蠢蠢欲动哦，罗哥，哦，先冷静。如果你觉得画面不妥，请直接站出来挡住，先冷静。好，要开始喽！哇，可以了，就这样而已嘛。可以坐上去嘞，啊，坐上去啊！他再上去，我就要上去了。差不多是这样。OK， 来，等一下，来，请问今天这样，故意要露一下，对啊，总算解放。自己穿这样，应该很少有机会这样穿吧？
少有机会这样穿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如果要出门这样穿，他一定会叫我回去换衣服。哇，你上一次穿这样多久前？哦，大概6、7年前。这么久？对。其实以前佳琪是专业的 model。对，真的。他是专业的 model。就是被子没有的。我担心今天晚上回家，佳琪如果罗哥跟你讲说，哎，佳琪那个老婆，你今天录影那套衣服。咱们晚上再来穿一次吧。有，他刚跟我，他刚就跟我说，跟张景之买下来吧。真的吗？就这么爱。对，因为这件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割爱嘛。然后回去之后，我可以慢慢的做，蛮好的。虽然现在他穿这样被大家看到，可是其实他还是你的啊。对啊 ，OK 的啦，漂亮，而且穿得很漂亮，好漂亮。对啊，觉得今天穿这样，这造型师可以大概说一下他今天这个。其实就是帮佳杰塑造的就是一个时尚的一个贵妇的感觉，因为本身赛妈的一个气质就是很贵气，然后再加上小伟老师这种很经典的这种很贵妇级的那种妆容，OK， 感觉这样好漂亮。下次出来就不要跟我哥讲，就穿这样出来，真的。不过相信可以来我们节目没关系，我们会保护他了。不过相信佳杰经过这一次的曝光之后，应该很多的时尚 party 会找你去。对，對欸、时尚 party 都要穿这样。可是罗哥还是不会答应啊。不是不是，他不用答应，他不要去就好了。对对对，不要看到就好了。OK， 好，谢谢啦，辛苦啦，抱着很大的飞机，安妮。怎么这张面拿出来丢了？因为是罗哥。哎呀，本来想说跟你一起的，不然还来得及啦。OK 了，今天来的这几位辣妈，六位辣妈，真的谢谢你们。然后尤其是宝妈，然后佳姐，真的，搞不好过了明年又可以看到罗哥又有喜讯了。然后生日可能是今年啊。对啊，做又喜讯，满月记得找我们，好不好？今天谢谢各位喽。大秀身材，姐妹淘看到鸡鸡架啦！尾椎翘不翘？觉得用看的对他们来讲不公平。怎样？你要摸对不对？你要听这部啊？